好有默契、啊，知道我插入啦要。梗系啦，强行入嘅，我要一啦一个位先。好，好，咁啊，等等先。哦。系咪你支吉他问题？可能系今日啲嘢太紧，我而家删咗佢先啦，唔用住。唔想呢个系第二，唔系我呢度有得删啫嘛，我呢度我有一掣可以领噶嘛。有人 hi 我啊，我就可乐仔喎、啊。边个啊？我可乐仔啊嘛。可乐仔猫嚟嘅，诶、啊，好玩嘢啦。OK， 好啦，欢迎各位收睇咧，就《拖肥的快乐年代》第二集，系第二集啊。咁咧就地方有限啦。冇办法啦，咁啊望一望到你隔篱咧有个插入式广告，都唔系插入式啊，强制式广告啊。咁呢个咧就系咧同洲啊香港制造嘅一个口罩。哦，咁佢哋好好人啦，因为点解咧？佢系赞助咗一盒送俾你嘅。哦，系啊，因为点解你睇完第一集咧就话咧，点解你一个二个唔戴口罩嘅咧？佢以为我哋呢度咧系studio， 其实呢度我屋企嚟嘅。啊。系啦，咁但都多谢佢哋先啦。咁啊，其实咧，呢只咧系 Level 3嘅口罩嚟。OK，Level 3，知唔知 Level 3有咩分别咧？劲啲啩？吓咩啊？当然系最劲啦。原来系你讲防嗰啲咩粉尘嗰啲啊？我唔咁啊唔止噶。咁同埋咧，佢话咧 Level 3咧系打得舒服啲啦，透气度高啲啦。但系透气度高啲都唔会影响到咧防外边同埋我哋喷出嚟嘅细菌，咁使唔使即刻带住一个唱歌啊？一阵你唱唔到噶，系算啦，唱歌就去多去啦。你知唔知道咧？你支麦咧，头先你上嚟之前咧，我都消毒过。我啲口水味。算啦，你头先 rehearsal 一个钟头。咁嗱，话俾你听咧，点样？其实麦啦，喺度顺便咧讲讲麦系点样消毒，你知唔知啊？有好多人咧就攞住支消毒药水喷两喷，咁样喷。错晒咯！你咁样搞到支麦都柴埋啊！首先咧，你系呢度呢支麦系可以褪开呢嚿嘢噶，靓麦啊，讲紧个盖系 OK。咁你要褪开个盖，然后咧就消毒。咁然后跟住咧入边咧就棉噶，嗰个咧系我哋防喷嘅棉，因为你一损害到最后嗰个棉咧，你就支麦废咗噶啦。OK， 所以咧你系应该用咧1:99嘅漂白水抹，唔系喷啊，系抹。OK， 咁就 OK 噶啦。明唔明我意思？明啊明啊。咁好啦，咁我都讲讲啦。原来咧呢个香港制造嘅同洲口罩咧，唔单止喺网上，或者长辈，我唔识喺网上订，我咁点订啊？其实原来咧系喺观塘同埋火炭咧，佢哋有一个叫小魔怪嘅商店咧系可以买嘅、哦。你估下一盒几多钱咧？最高峰你咩口罩一盒几多钱咧？呢一只唔系 Level 3，Level 1啫，薄嘻嘻嘅。使唔两嚿几？使唔使啊？两嚿几一盒啦，200几一盒啦，一盒就50个啦。咁我话俾你听咧，佢哋咧而家系做紧特价，150蚊两盒，150蚊两盒，两盒讲到明系优惠香港人。O K， 系啦，即系使唔使香港身份证嗰啲？唔使，冇咁严肃嘅。O K， 咁即系话除咗你喺网上订之外咧，仲可以去火炭同埋观塘嘅小魔怪嗰度咧去订嘅。好，好啦，咁其实佢提供咗 A S T M 啊。咁但系咧，其實唔好介意講句，我哋啲長者咧嗰陣時候咧，一有口罩就戴嘅，所以 ASTM 我都唔知咩。OK， 咁你一間記住攞啦嚇。咁一間佢嘅呢個盒嘢咧，仲有啲好處嘅。咁同埋咧，點解我專登介紹呢盒嘢咧？除咗佢贊助口罩俾你之外咧，咁啊因為佢肯做識嚟緊嘅星期二佢做善事，做啲咩善事咧？一間先講。今日我哋講翻個話題咧，就係咧年青人溝通嘅關係啊。咁今日你係年青人啦，我係大少少嘅年青人啦。OK， 吓都啱嘅，我自己都会系一个大少少嘅年青人。OK， 咁啊大少少嘅年青人，你知唔知我生日啊？寻日啊嘛。咁啊，屌你又唔同我讲生日快乐？而家讲啦 ，Happy Birthday！ 啊，多谢。因为点解今日其实年年咧就我绝对唔中意人知道我生日嘅。OK， 你知点解啊？点解？怕小朋友咧就好中意话俾人听，用个大声公，哎，我生日啦，我准备生日啦，我就嚟生日啦。咁但系咧，唔知点解一过咗30多、40岁之后咧，我系好惊话俾人听生日。OK， 知点解？人大咗想静啲系嘛？你如果黐线，我中意静，梗系唔系啦。除呢个原因咧，唔知道、啊、通常生日几好啊？点会唔想俾人知道啊？个问题就系、是。当你有好多倾慕你嘅人，哇！想同你过
生日，你点解决啊，大佬？原来系咁样，你明啦嘛？咁咪排期啦，排期攞丑啦。今日 sorry， 你又唔方便，话俾佢听，嗰日唔得闲。所以四十几岁开始咧，我话俾你听，我已经同人讲，我生日系唔中意人同我做生日嘅。OK。咁你明点解 ？O K， 好啦，咁啊，想讲沟我唔系想讲生日，其实我今年嘅生日愿望咧就系咧，与其你祝福我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咧，我好希望你喺下边嗰句咧系写祝全香港人身体健康，呢个最紧要。嗯，因为人哋你自己健康，人哋唔健康咧，其实咧你都系惊人哋会传染俾你。冇错，第一，第二，喂，大家健康系大家一齐开心嘅啫，我希望系大家开心嘅啫，吓。咁好啦，咁讲完开心嘢之后呢，咁讲返了解年轻人啦。我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啦，上个礼拜呢你就都同我哋唱好多嘅歌啊，但我发觉呢系老饼歌囉。唔系后生仔歌啊。哦、okay? 我呢个老饼歌，我话俾你，我曾经俾一个呢名主持呢喺电台节目串我㗎啦。点解啊 ,Simon 呢后位即边个经理人呢咪唱啲老饼歌囉。咁另外嗰个主持呢就话啦，咦，咁咩叫老饼歌啊？咦嗰啲咪叫老饼歌？我仲要唔系听到嘅自己，我话仲系电影公司的老板打电话嚟啊！喂，你同阿边个好熟咩？我唔系啊，唔系喎，佢啲节目话你嘛，话你唱老饼歌。你知唔知上一排我见到佢嘅？啊，因为我想，但会冇传啦。我想佢讲，你嗰只帝女花咪一样老饼歌，顶你个肺！你即系加英文咁解啫嘛。诶，唔系，我冇恶意噶吓，我要再强调，我纯粹攞即系攞你嘅知名度讲下笑话。帝女花未听过嘅，落花满天蔽月光。哦，落街冇钱买面包。吓、啊，嗰只啦，系啊，咁唔系啊，仲有一个咸湿版嘅。系咩？系啊。喺呢度咁多人，唔系呢啲我唔识唱嘅，我系一个好高雅嘅人嚟噶。你揾我哋嘅导演阿肥华，佢就识唱啦。哦、oh, okay. ，佢哋叫乜 cheapy 人？阿肥华差啲会听完之后可能会有个电话嚟，喂咁样。OK 好啦，咁啊，今日系八月十八号，八月唔系十月十八号。我系咪讲错少少嘢？你要啄住我？呢啲咪年轻人同埋长者嘅 generation gap 代沟咯。你应该包容我啊？唔系啊，三明哥哥系三明哥哥啊。OK，今日咧系十月啦，咁样。你望镜头啦，做咩啊？内疚啊，而家睇留言啊嘛，留言唔使睇住啦，依家先睇啦，我哋倾下偈先啦。好啦，我想问点解你哋唔中意，或者其实你有冇接触一啲老歌咧？你知唔知咩叫老歌先？老歌嘅定义系乜嘢先？你系咪讲紧老歌嘅定义？老人家听嘅咯。咩叫老人家咧？啲阿叔啊，啲阿婆啊，喺公园嗰度攞住收音机喺度播嗰啲咯。喂，收音机播得嘅就唔系老饼歌啦，即系收音机电台都播啦，系嘛？咁、那个电视台都有流行经典五十年啦。嗰啲系夜晚噶啦，冇嚟喺公园啦。喂，嗰个时候仲要喺公园就好惨噶啦，系咪先？咁系。嗯。咁你点力？即系你定性就系流行金曲、流行经典嗰啲就系老歌啦。但唔系喎，佢都有次唱啲好 popular music 噶。后生仔少听嗰啲咯。系。咁我想问，点解你嗱？你会不会是很刻意抗拒不接触老歌？你给我会听的，是，但你给我玩的话有时候未必想玩的。为什么呢？有时候不是那种味道啊。你要什么味道呢？即是譬如你唱那些什么谁啊，林子祥，是不是林子祥那个？那些不是啱我这些后生仔的吧。林子祥唱英文歌的、哦、都有中文的。唔系佢红嘅时候系唱英文歌去打 band， 应该同你系夹嘅嗰个 channel。唔系啊，我哋而家系人都识佢啊，因为嗰个乜鬼嘢，而家有个广告啊，好洗脑嘅。系咩？咩广告啊？草分优惠广告。啊 ，OK， 系唔系咁？即系你都，但系唔好介意嗱、啊，即系我哋好直接讲句，我纯粹针对音乐啦。譬如阿林子祥啊，阿谭咏麟嗰啲。当年都是玩 band 喎，咁但系你哋都系他朝君睇下相逢，你都系玩 band 噶，你冇理由抗拒人哋老一辈嘅歌曲噶。硬系觉得老一辈嗰种风格唔啱我哋。系，你觉得后生系有唔同嘅风格，咁你后生嘅风格又系乜嘢咧？激情啲、澎湃啲噶啦，啲如果打 band 嚟讲，鼓又下下到嘅。喂，唔好介意讲句，嗱嗰阵时候嘅电视剧主题曲啊，都系到噶。
林子祥有啲歌系好激噶、哦，个腔唔啱我哋嘛。你要咩腔？嗰阵时唱歌嗰啲腔又唔知点样，要字正又腔圆。但你而家系啦，我想讲一样嘢，喂，你哋而家嗰啲字正一啲都唔腔圆。你知唔知我哋讲嘅时候练咬字系点练噶？咬住，好似系咬住个乜嗰啲红酒嗰啲。好简单，唔使咁样，拿支笔咬住，上唇下唇唔准掉 ，OK？ 系唔准掂啊！练你条脷嗰个肌肉啊。喂，系啊，呢个真系我个好。傳統的training 嗰個培訓嚟嘅係 ，OK， 係咯，攆骨好幫手啊，練好一個好脷，係咪啲咩博追博士啲咩死靚仔？好，有人吹你唱歌啊？係啊，好多人第一隻咩歌？好多人吹啊！第一隻咩歌？上次我記得係咪鄭伊健嘅歌開頭嘅？你咁快就鄭伊健啊？咁啊唔好住啦，係咯。你啱啱講完後生仔咁，我唱啲而家時下後生仔啲新歌。將成交俾你，你唱一隻定兩隻啊？一隻先啦，一隻先啦。你咁叻嘅，你赶住要食 buffet 喎，好似喂，唔好踢爆我。O、okay, K， 好，将成交俾你。O、okay, K， 好，系啦。O、okay, K， 好，终于都唱歌啦。哇，好多人都，系冇错，我唔唱嘅话系收唔到工嘅。O K， 而家唱一首周柏豪先噶啦。咁周柏豪就，我觉得比对于我嚟讲系易唱啲嘅。咁就让爱高飞，系啊，送俾大家。寫返啲嘢先啊。好。OK， 得啦得啦得啦得。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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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又緊張啊，一次次一開口又緊張，啲聲又數返曬入去啦。OK， OK， 好。心急想被吻，无承诺走得更近，同样寂寞敏感，陪在指脊，缠绕满脑是疑问，宁愿转身降温。如果想飞，不要等。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显信可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度无人。想哭不要忍，如不懂
相处为你解困，从头献上看爱人。如果悔尽何在失，从此开始相信真心，容许我再走近，总更赴黄昏。连你都可以接受我一吻。诶，好多人都叫我自嗨喎，好难呀！你以为喺厕所揸住支咪咩？唉 ，OK 好，而家好似开咗声啊，但我块面都系红过苹果咁啊！再唱多一只，系啦，咁都唱新歌啦，啲旧歌留翻后边啦。咁啊，唱只普通话歌，呢只新唔新呢？童话又好似唔系好新喎，都旧旧地。不过又唔系好老饼，好零几年唔记得咗咯。阿光亮嘅嗰首嘢，系啊，好，好啦，事不宜迟啊，直接嚟了啊。OK， 直接入点歌啊，睇下有冇时间啦。如果你点歌，我又识弹嘅话，系可以试下嘅。系啊，好，咁啊嚟啦，唔废话啦。闻得有浓重。找回我key先。问得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该出发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普通话没给我啊。你哭着对我说，痛恨你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我说你不会懂，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做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雨，好啦，今日又倾下偈啦，讲翻年轻人。sorry， 唔好意思，慢慢啊、年轻人嘅心态系真系呢个地方屈质啦，冇办法啦。好，得咁样得啦 ，OK。咁啊嗱，讲翻一样嘢，点解要卖广告咧？咪点解咧？香港制造嘅同舟口罩咧，就会赞助夏威 B B。星期二喺一个好神秘嘅地方咧，系派口罩俾老人家。神秘嘅地方系啊，因为点解唔想做咁多宣传咧？因为咧，坦白讲句啊，阿夏威夷咧就想做一个善事咧，就唔即系唔系好想打锣打鼓啊。因为如果打锣打鼓咧，啲 fans 会走过去咧，即系捧场嘅话咧，就危险啊。所以咧，佢系谂住咧系神秘插入咁样去。呢老人家攞饭嗰时候，顺便每人咧就俾一袋佢，系啦。咁同埋点解我哋会拣呢一只咧？咁呢一只咧就系 Level Three 啦，香港制造嘅同舟口罩啦。咁我觉得好有意义。嗯，第一啦，第二，喂，佢哋咧真系咧，其实咧我唔明啊。佢哋制造呢个口罩咧，摆到明系谂住俾人做善事嘅。你知唔知道咧？啊，俾你睇睇啊。其实真系唔系，即系唔好介意讲句啊。喺得呢个专业卖广告咧，你唔系有钱就卖得噶。好直接讲句啊吓。OK。你打开个盒咧。你打个盒咧，第一样嘢佢有个大胶袋俾你嘅，咁咧我嚟俾你咧就装住啲口罩，都唔紧要啦。我肥啊！嗱，佢直情系每盒咧系会咁样独立 packing 十个口罩一袋，一袋咁就每袋有五 pack。系啦，咁啊话俾你听系完全方便我哋咧做善事用嘅。OK。咁同埋咁嘅价钱，唔好介意讲句啊，即系大家如果真系想做一个无名氏嘅善长人翁咧，不妨真系可以同佢哋咧买咧十盒廿盒，咁都系有限嘅钱，就系送俾人。咁因为咧嗱，第一个 target 我哋送俾一啲老人家啦，第二个 target 阿夏伟姨就话咧会送俾一啲咧就清洁个工人啊。原来佢哋好惨嘅，你嘅口罩咧系 level one 嘅咋 ，level two 都好少噶。啊，好薄啊嗰啲。咁你谂下，搭落搭喺垃圾站嗰度做已经系臭噶啦，同埋都咧接触细菌嘅机会有好多嘅。嗯。咁我哋好希望咧送啲个 quality 咧个质素好少少口罩俾佢哋，可以保护自己。嗯。就咁样啦，好啦，咁啊讲完个口罩啦，卖完广告啦，唉，真系，其实都真系卖广告嘅，因为点解咧？即系好难得，佢捐咗好多俾阿夏威夷咧，又送俾一啲真系，虽然几十万一盒，你同我讲话冇钱买，我就唔系好信噶啦。有人话每袋有五个，每袋唔系五个，系十个，十个，冇错啊。仲有一样嘢系百。我系咪睇错先？好似150蚊两盒啊，系150蚊两盒啊，即系嗱，唔好介意讲句，几十蚊一盒咧，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如果你是揾12000蚊左右嘅话咧，其实你而家食饭咧，你出去食一餐饭都要40几蚊嘅，系、最平的，仲要唔好去冰室，讲明一样嘢。而家茶餐厅都够胆收60几蚊个菠萝油啊！咁又夸张啲，60几蚊系食个晚餐咯。系啊，咁即系你都计一条数啊！佢哋尽量可能咧就系咧买啲平啲口罩，但平啲口罩咧可能 level 咧低啲噶啦，会系、level one、level two 嗰啲，咁就变咗逐啲降佢，但系就等于冇戴。系，所以我哋一定要保持嗰个健康啦，好紧要噶啦，保护自己都系保护他人啦。好啦，呢个时间啦，我要保护你啦，继续问你一个问题啦。即系头先嗱，问下又唔好愤气，我点都要继续问落去嘅就系，咁你乜嘢原因令到嗱？我知道咧，你就都有玩啲旧歌嘅，有咯，但系唔多啦。咁我想问你啦，张学友、郑伊健、张国荣嗰啲系咪旧歌？旧嘅其实都系哇。都系旧噶啦，都旧，即系你觉得系旧。咁你旧啊？咁你会唔会玩呢啲歌咧？我哋后生就好得意嘅，我哋后生仔话就话唔中意旧歌啦。系，但系有啲可能好听，譬如张国荣之前唱过《追》啊，张学友《李香兰》啊，《遥远的他》啊，我哋听到入耳嘅话，我哋后生仔好乐意去试下噶。因为我哋后生仔都想试下一啲旧歌。咁当然啦，我而家未有能力去重新编曲啊，即系只旧歌 mix 埋我哋而家现代风格，有啲咩效果出嚟咧？李香兰试过未啊？你都讲到咁串，继续朦胧照片中啊！几句啊？几句啫？几句？你唔好附我得。李香兰系啊，嗱、李香兰嘅 old school 版咧就系、老春风，我心任何老春风。劲多震音啊！咁系咁噶嘛？屌真系，你知乜又唔系代沟啊？又系，你真系嚟晒嘴凉嘢话俾你听啊！其实我发觉咧，只要同你做直播咧，有冇你家长喺度咧，我哋都系唔方便讲嘢嘅。唔系，有冇人睇紧噶？有大把啦。其实我哋好尊重个家长啦。咁当然啦，有冇家长喺度，我哋都好规矩
OK， 喂，整几句嚟听下。怒春风，我心何苦春风？说不出这酒相送。冬雨滴投射在照片中，回头是梦无法震动，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花像花虽美红，如冰虽不冻，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我本来咧就想话下嗰度咧唔好唱啦，因为嗰度系好难唱。你又唱到化，你知唔知道你同阿马家坤好似？你有冇听过马家坤呢个歌手？马家坤，你一定要听佢啲歌。佢、okay. 系演绎过李香兰，其实嗰个风格系同你冇分别啊！话俾你听。放胆地唱，你真系你知啊？仲有一样嘢啊，其实咧，我咪话今日有一个姐姐想听你嘅现场嘅啊。其实嗰个系夏慧依，哇！佢五点几都仲喺湾仔名记磨紧我，你知唔知道啊？哇！跟住佢仲犀利啊！佢炸炸地地嘅，佢唔会讲话想上嚟听直播啊。佢一路讲，因为佢咧就想啊，系啊，仲有一样嘢，阿 B B 咧，夏慧依咧就想做一个咧就系、是、网上直播嘅马拉松嘅一个演唱会，因为点解咧？成个抗疫政策咧，其实系帮唔到一班六十五岁以上演艺人，因为佢哋演艺人咧就冇做 M P F 嘅。哦，六十五岁咁亦都买想买咧买唔翻噶已经，咁啊所以咧嗰、那个基金个赞助系冇帮唔到佢哋。嗯，咁同埋坦白讲句啦，自疫情开始啊，到而家咧，基本上咧就好多人系冇公开，因为点解咧？限聚令就。你酒楼唔会搞活动噶嘛？唔会啦。咁其实嗱，好简单，你做直播啦，咁同埋第时你条路都希望咧，就系做一啲活动嘅表演者，咁收翻啲好适当、好适合嘅人工。根本而家都冇人搞活动嘅话咧，根本咧幕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咧系完全冇可能有嘢做。咁啊 ，B B 就想咧搞一个演唱会，即系网上演唱会咧，就帮呢班人筹款。O K， 就系咁啦。咁好啦，讲喺网上，咁我口多。我话俾佢听，我今晚有直播，同埋咧佢啲 friend 都话俾佢听，今晚有直播。哦，跟住咧佢就话佢开，其实佢劈头第一句咧就话你系咪湾仔啊？我而家喺铜锣湾饮茶。咁跟住上嚟坐下。唔系，佢好醒，佢真系冇你咁猪啊！咁跟住咧佢就话：喂，你有搞直播噶喎？而家系咪啊？点样直播噶？点样直噶？佢讲点样直。我点样直？系啦，咁、哦、我就话直播咪用部机咯，用个手机咯，你自己都可以直播噶。啊，我唔识啊，你教我。佢话要上嚟教，佢话佢上嚟，我教佢。我话唔得，嗱、啊，第一样嘢你知我屋企又即系好细啦，唔系好想太多人啦。第二，我教完你，你都系要搵我笨，你都系要我做嘅啫。咁我使乜教你啫？跟住佢冇出声啦，跟住一路饮茶，系其实我系抌波钟抌到五点半。O、okay. K， 我又好急啦已经。我入咗去六点钟开始 rehearsal 上嚟，咁、我心谂你走未啊？跟住阿老板阿明记嘅老板咧，茶餐厅嚟嘅，一个好旧式嘅茶餐厅。你谂下14蚊一杯冻奶茶系咪旧式啊？咁啊，仲要做街坊生意嘅，咁啊，净饮相计嗰啲啊，唔会添啊，明记系唔会嘅，话俾你听啊。OK， 14蚊，14蚊一杯咋？系啊，冻奶茶，佢杯佢系饮奶茶，热奶茶斋唔系斋。酒奶啊定咩啊？佢就12蚊啫。咁好啦，咁跟住咧，五点半至五点九咧，好衰唔衰？老板啊，同佢倾偈，跟住有啲 fans 影相，因为佢坐喺门口嘛。OK， 系啦，拖到五点九，我就好猛啦已经。我话不如我帮你 call 的士啦，好唔好啊？系咯，我送你走啦。佢好坚持，坚持好事嚟嘅。跟住我好明目张胆话俾佢听。其实咧，今日咧系有直播，不过咧我哋系九点几嘅，未咁早噶，咁、所以咧就我哋都系 rehearsal， 我哋唔会直播，唔会启动嗰部机噶，所以你上嚟系冇用噶。哇，真系，结果我系可以好顺利六点十个字帮佢 call 到的士，翻去好远嘅地方，就系咁样啦。OK， 我呢条路系好艰辛嘅系。
啊、好啦，望见到你咧，眼夹夹望住阿普，跟住咩歌？郑伊健啦、啊。咁快郑伊健一半啫嘛。一半。冇所谓噶，咁、啊、当然我好想听你郑伊健歌啦。你系咪咁快啊？既然大家，你好似唔系好想咁快唱，唱首张学友先啦。诶、啊，唔系大家，其实系我噶咋。哦，你唔好将你嘅主见摆喺人哋嘅身上。哦、唱咗首张学友先噶啦。再加上咧，你一间有饭食，我冇饭食咧，我一定玩你噶，话俾你听。okay, 我唔系话。嗱，好 pat pat 花唔食啊，系因为我而家仲要做嘢啊，所以先唔同你哋食得噶咋。其实你哋食嗰样嘢，我好中意食噶系。啊，系啊，有边个唔中意食噶？但人多嘛，其实我惊。你唔明白啊，我哋好怕死的人嚟嘅。OK， 好，咁、okay. 啊，将时间交俾你好冇？好啊。好，喂，你答下人哋啲来信。有啊，我听到。我阿妈话咩？我个仔系直嘅，我系直嘅，有咩咩直啊？系咯，点解会咩直啊？点解会讲呢样嘢咧？系咯，啱啱上面发生过咩事啊？系咯，佢搞乜嘢啊？佢OK， 将成交俾你。系，我系直噶吓，系啊，我系中意女仔噶。嗱系啦，你要补充呢句先得嘅。系啊，你唔好见到头发长长咁，成个夏威唔系夏威夷。哇！你讲呢啲嘢，审电下。阿 B B 睇紧啊，知唔知啊？阿许哥。OK， 好，而家嚟啊，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系移一移个位先，等我舒服啲。OK， 好，有人话我好陶醉，咦，我老豆都入咗嚟啊，
我老豆系会睇 Facebook， 唔系会睇 Facebook 直播噶。好，郑伊健我都系摆到最后，而家又再夹咗一首新嘅歌先，即系我哋时下年轻人会唱嘅，都系 Dear Jane 嘅，呢首歌叫《银河修理员》，系啊，咁就直接嚟了啊。数曲，注定会同一切都美好。错到挫折面前仍有路，对现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踏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风暴。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收手抱抱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八空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见状非见状，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眼撑着。送我谁料破了等无谓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了穿了再抱，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谱。绝望对于乐观又是个情操，东歪西倒但至少走街路，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八空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见状非见状，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是你送我。冷的天真鲁莽，若被推倒何在装，巨石的手不怕安葬，贴着胶纸都重浪，尽是宝顶都发光，结局再破烂逃不往。银河上边边当面看紧对方，跨宇宙又幻月红方，不怕在尽头无岸，远近我都护航，还能抚安慰走音，不必天气多清朗，狂雨暴雪一起对抗，由我眼撑着，哇走晒音啊，不必心慌。喂，炒车呢度，唔好意思啊 ，OK。收尾先呢度，哇！后面升 key， 炒咗车，突然间紧张，唔记得晒啲把位添，唉 ，sorry 啊大家啊 ，OK， 好，咁就而家几点啊？哇，都8:45喎，不如就直接再唱多一只啦，就讲咗好耐，郑伊健，郑伊健，郑伊健，哇！咁就唱郑伊健啦，郑伊健感激我以前，咦，我以前中学阿 Sir 升多格，突然间转啊嘛，会乱啊我。唔系呢个阿 Sir 系咪教吉他噶？唔系啊，教地理噶。但系点解教 geography 佢会提议你升多格咁犀利嘅？佢玩吉他噶佢。哦，有高人喺度。系啊，以前我哋中学夹 band 佢都有俾意见我哋提点下我哋。咁、啊、你都系 Sir 几好、啊。梗系啦！你知唔知我哋嗰个年代读中学嘅时候会点噶？点啊？翻去搵阿习啦，弹吉他、唱歌。哎、我哋呢啲而家时候好注重多元发展噶嘛。好，好，系啦，咁啊，46分啊，直接嚟，再送多一首歌俾大家。一只两只先。两只。好，两只。连续两只。连续两只。
一两睇下有冇时间，一只先，之后 OK 我再接第二只。啊，一定 OK。好嘅，好。连续两只，然后跟住最后一只。好好好。好，嚟啦。郑伊健，感激我遇见。靠向我身边，你欢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上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恨我那急失意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可爱的脸，手挽手并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失意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可爱的脸，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喂，系啊，呢首就系郑伊健《感激我遇见》。咦，有人想我唱多首郑伊健啊？郑伊健呢歌要做下功课。讲真啦，郑伊健我听得两首啫。得个样嘅咋？你真系好意思讲啊！呢啲记得出嚟唔怕怕丑噶嘛？有你真系俾阿伊健睇你嘅直播，真系直直乜嚟啊！真系有首《友情岁月》，我知道，但系我唔识唱咯。我识唱啊！诶，冇啊，冇啊，冇啊！诶诶，正想话不如合唱啊！你个曲你 key 好高喎、啊，我 key 好高啊？系啊。友情岁月嗱，不如咁样，你唱埋你想唱嗰只歌，跟住、啊、埋尾，我哋试下友情岁月同埋嗰只点唱歌。好，我而家揾歌词要。咦，有人叫我唱五月天？五月天啊，好啊，嚟个点歌咯。五月天我应该都识唱嘅。系五首歌名叫五月天啊，定系五月天嘅 band 啊？咦，诗啦，有首五月天喎、哦。咦，但系五月天我对 band 喎、哦，死啦！我而家好混乱，究竟系想我唱五月天嘅歌，定系嗰首歌嘅歌名叫五月天？好啊，唔紧要啊，我哋嚟首五月天嘅歌啦，不如系我搵啱啱揿咗出嚟啊。OK， 系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台湾嘅呢对 band 五月天？诶、哎，突然好想你。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唤醒，最怕回忆突然放进搅动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然那是悲伤的哭泣，直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是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突然疯你的回忆，突然我哭的眼睛。我们像一首最美丽歌曲，悲伤的电影，为什么你带走我最浪漫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纪念品？我们能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我的怀咗少少添，好彩救到翻嚟。哦，好，呢首就系五月天嘅《突然好想你》。唱唔唱多一只啊？唱多一只？系咯，唱多一只。五啊四分啫嘛，而家冇咁懒啦你。好啊，咁唱首自己准备啦，唱多首周柏豪啦。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唱周柏豪的歌，是不是因为易唱？周柏豪，我的宣言啊，我的宣言，我的宣言啊，其实成日捞乱我的歌名，就是结婚一定有人唱，但我未咁快，但我老豆催紧我结婚，他成日都说仲有五年啫，仲有五年你都未结到婚。我忍不住想问问咧。啊阿 Peggy 咧几多岁俾人？哇！你老啲讲啲咁嘢，咁冇理由你老豆咁早催你结婚噶。老豆催我拍拖啫，你有拍拖噶？听讲啊，唔系，我都想有拖过，冇噶，你唱歌啦。OK， 周柏。曾你一吻或许容易。唯独你是那么特殊，令我鞭策自己反省几多次，艰苦也要为你坚持。没有给你什么奇遇，还是庆幸有种自然。未来日子翻起几多风雨，更压这个爱字，贫富争势也好，
亦是极其愿意。只知道是时候拿着鲜花，将心爱预留在问世之下，共你漫游在天边，红着低洼，想起我两某天白头，无共牺牲也不怕。来事情并不容易，明白爱没有许愿词，是你不计付出，花光青春赌注，只等一个弱势，而我竟这样无知，只知道是时候。是不是很辛苦呢，一次過唱那麼多的。哎呀，不好意思，可以，OK，沒問題，真有沒問題，這裡地方淺窄啊，真我移一移個位先好了，也都是去回這裡。因為為什麼呢，我發覺如果這麼近會搞到我很肥。不要緊啦，我肥過你，我是故意選這個角度是遠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真的可以感覺上我們兩個都 slim 一點。OK， 我想問一問，有人說就話音樂可以調嘢性情，你覺得你自己玩音樂會不會真的令你自己有些不開心的東西會舒服一點？會。是。那你有沒有試過讀書的時候患上抑鬱、強迫症啊那種情況？我很健康的。不是，算吧，你有家人在看你才說這件事。你讀書考試沒有抑鬱的嗎？實不相瞞，我考試都不溫書。所以就沒抑鬱了。你聽到了 Peggy、okay？ 強哥你聽到了，現在真相了。考試不溫書，吉他都好一點。什麼吉他都好一點？為什麼你彈吉他？okay， 認真好了。其實你知不知道現在時代的人不單是年輕人，不同年紀的人都有一些情緒病的，包括了焦慮、強迫症。強迫症你知道是什麼？
知我告诉你，我小时候曾经试，不是我不是小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患上一个强迫症，就是每日我都要看美股收市，凌晨四点我才睡觉。但我明明不是玩美股，我只是玩港股。这个你舅父很清楚了。Okay. 是啊，我是强迫自己，明明啲唔关事嘅都一定要睇埋个美股收市先觉得嗰日嘅完结。原来呢种系情绪病嚟嘅，系。Oh, okay. 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抑郁啦，同埋情绪勒索啦。嗱，我讲咁多嘢，其实如果你想了解多少少有关于情绪嘅问题咧，嗱，我哋有一个节目咧叫心性治疗室，我哋请咗十多年嘅报刊专栏专家李伟玲啊，李伟仪。成日读出嘅，佢斩死我嘅啦，就嚟就嚟阿 Jo， 讲错名喎、啊，李伟仪老师，我称为老师，因为佢系个职业治疗师，咁我就帮我哋解答咗好多呢个关于情绪嘅问题啦。OK， 记住收睇心性治疗室，心性治疗室，我哋又好快会播出啦。好啦，时间咧已经系晚上嘅九点零二分啦，佢哋猛催你走啦，要咁啊，不如咁啊，我哋唱最后一只歌完结啦，好嘛？好啊，呢只歌咧就。我告诉你，人有报应，所以记住你后生的年代不要做这么坏事。我为什么会讲报应呢？就是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我都讲过了，成日逼人家就听我在电话唱歌。这首歌是第一首，而且经常我逼他听的，还有前奏，没办法，因为我们刚刚夹和 key 有问题。我是有，我直接逼他前奏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哒哒哒哒哒哒哒，嗰度我系用个口哼出嚟扮乐。OK， 咁啊，不如咁啦，呢个节目尾声嘅最后一只歌咧，系送俾我个同学听嘅。OK， 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就系万单啦，多余嘅唔讲啦，好冇 ？OK， 好啊。佢有冇听？佢有冇睇紧直播？佢梗系有啦，系啊。佢本来点两只歌嘅，我今晚唱得一只咧，佢会闹我嘅。下次补唱咯。可以下次補唱嘅，係啦。OK， 嚟啦。使唔使入個 intro 俾你？願望像知失落。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后方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中有日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了落，追下来。休息过，美梦如酒醉了后更寂寞。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寞，人尽了落，追下来。休醒过，美丽回忆失去便难寻获。你今天当主角，何妨忘掉最终的承诺。就是你太不喜欢的老歌，但没办法。我这首歌是精心设计、精心编曲，因为刚才我们夹歌的时候发觉我老了，唱不到假音了。所以多得阿 Coffee 就
精心設計咗呢個收尾啦。OK， 咁好啦，我唔阻你食嘢啦，你開心啦，我又冇得食嘅陰公，真係好可憐啊！我啲身世越嚟越覺得可憐啊，真係。OK， 咁啊，記住一間攞口罩啊，咁喺度咧，同呢度嘅朋友講聲啦，直播嘅朋友講聲拜拜。下個禮拜我哋改星期六啦，係啊，係啊，因為咧，琴日我生日咧，你冇理由。生日搞我噶，冇错冇错。咁所以咧，下个礼拜咧都系星期六。嗱，记住咧喺我哋嘅 Good Show TV 嗰、那个下边咧有一个咧叫即时通知啊，揿一揿个啷啷啦。咁啊，希望咧就我哋有新嘅节目咧，就你第一时间知道啦。咁同埋咧，喂，玩多几集之后咧，我哋喺 YouTube 玩噶啦。哇！系啊，咁啱啱你个我哋 Good Show TV。2011嗰個 channel 咧，其實有萬幾二萬個 follower 嘅，係啦，希望咧能夠可以咧，就喺唔同嘅渠道俾多啲人咧欣賞到我哋嘅節目，一老一嫩對音樂嘅衝擊啊，好感覺嗰種碰撞，係啦。OK， 下一個星期六晚上係咪九點啦？買定八點啊？时间之后再话俾大家听，大家留意住我哋 Good Show TV 就可以留意到最新嘅消息啊！你条粉肠，你啲咁嘅表情好鬼似辞你舅父，衰衰格格咁样啊！唔好黐到咁多啊！话俾你听，留翻少少神秘感啊嘛！想知几点留意 Good Show TV 啊？啊，你食饭啦 ，OK， 好，拜拜，拜拜。